上千颗金元宝组成的巨型春字，年味十足。还有7米长的鸡蛋盒，上头顶着个大大的福字，更是讨喜。抢购年节买气，北台湾美式奥莱变身成喜气洋洋的唐人街，吸引不少民众携家带眷来走春。我觉得规划得很完整，很完善的，跟家人一起出来玩。那怎么会想说来这？因为以前来过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回台中一定会经过，就是桃园是唯一的 outlet 这样子，然后现在第二期也开，所以特别好逛。除了有应景的春节艺术装置，商场还特别邀请到桃园在地充满年味的传统技艺和小吃摊进驻，让逛街民众有吃又有拿。总共有5个站，那大家可以换像捏面人啊，然后或者是擦柜这种有吃有玩有拿的，你也可以去抽抽红包试试看手气。夹带着第二期扩大营运的气势，加上春节连假遇到好天气，美式露天购物商场人潮涌现，比平常假日多出1倍。而人潮带来钱潮，所以这一会儿既福袋又送好康，就是要力拼6天连假业绩破3亿的目标。记者胡志兴、钱如恒，桃园报道。